十里画廊，我们现在在阳朔，去看看自然风光。这个山那么多啊，全是山。等等等，我们到大榕树啦，走去里面瞅一眼。农历初一十五都会来祭祭拜，也祈求大家的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和人们的健康长寿。树下走一走，活到99；树下转一转，能赚千千万。好，走起来。好奇特耶，还要做那个竹筏的，回去我拍他们就够了。哎呦，烤鱼转一半怎么开始吃烤鱼了呢？我唱着妈妈唱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你悠扬，环绕着山岗迎接的天涯，小天的古老时光，快乐鸟儿一直不停唱。什么？这叫艾草膏？艾叶，这个叫艾叶。艾叶膏，据说是祭祖用的，祭祖吃的。尝一个看看。很标准。小竹筏。降落了，哇塞，厉害了，好大的风，哇，好爽呀、啊、摘草莓去，走，摘点草莓。想坐飞机，但是我妈说坐飞机的钱都给我摘多少吨草莓了。我们去摘草莓啦。你是来摘草莓的还是吃草莓的？摘草莓啊，小花花好可爱呀！但是我更喜欢草莓。这草莓都被摘光了，好吗？默默的，我已经吃不下了，吃了两个就撑了。我看你摘草莓，我看看，哇塞，这么多，这个坏掉了。
voices in my head, you can drown them out. 看，我们摘了两盆草莓。哎，又过去了一辆，什么包跟柴油包一样？啊？是不是吗？叫什么？叫什么？不是，包袱粽。新军猫。包袱粽，有这样包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他们这边，你问他。我记得包粽子不是包都是三角的吗？这个，我们这边叫枕头粽。枕头粽。有三角的呀，三角的也可以包呀。鸡蛋饼，我们要吃饭喽！今天就是在广西吃了一顿哈，竹筒饭。我一直以为在外面炒的是甘蔗，原来是烤的是米饭哈。我们现在到桂林市去了，然后好多地方都不让我们停，因为嫌我们房车个头太大。其实我们房车跟小型的汽车是一样的，不知道那个是不是象鼻山，这个下面是漓江。哎呦，说实话，我感觉真的还挺冷的，挺冷的。到了江边底下，好像感觉更冷了呢。不过真的挺好看的。妈，你看这个倒影很好看。啊，真的好冷啊！哇天，简直就是物理伤害。唉，物理伤害真的太冷了。我在江边尬了个舞，我跳两遍就不行了。崩溃，太冷，好球冷，哇！刚洗漱回来，我妈已经把床降下来了，哎，正好拍到我妈下床，刚给我铺床。哎，我们家狗，哈哈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个漓江的边上睡一晚。哇，听外面的这个风，这个树呼呼的。但是这个车的保密性还蛮好的，看一下前面的电视，这些电视看到吗？已经降来了，所以它跟上面这个升降这个床融为一体，非常的棒。好啦，睡觉喽。